我本就是这样软弱的性子，是你们错看我，我早就认命了。我不认，绝不允许你就这样放弃自己的人生。可这是我的人生，阿姨，我没有你那么勇敢，那么果决，那么幸运。我已经嫁了人，怀了孩子，我不敢赌，也赌不起。可你的人生就这么毁了，阿月。人心都是会变的，我现在很幸福，你不会，我了解你，不，你不了解我。 撒谎。 他最讨厌四方的院子，高高的墙。他不是贪慕名利的人，我知道的。但是他说的也对，人心是会变的。他有自己的思量。如果我们真心为他好的话，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和决定。 若是他有苦衷，你说我该不该再去劝劝阿月？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你若想再劝他，下月初八，嫔妃要独自去梁尾山蜡祭，你要见他的话。 那是最好的机会。梁伟。
你说，如果有一日我被强掳入宫，你会如何做？算了，不说这个。若有那一天，刀山火海，无间地狱，我都会闯进去，陪你一同杀出来。你这个疯子，你怎么这么笃定我就一定会跟你走啊？你会的。那若是我身处的是一个必死之局呢？那我就陪你一起共赴黄泉。情之一事，实难自已。妄属愚痴，莽撞冲动。若今日事成，烦请国师护住谢家全家周全；倘若不成，我亦将一己扛下所有罪责，以死谢罪。糟了！江明月成定婚书，父母所命，媒妁作保，唯愿夫妇偕老，朝朝和睦，岁岁月圆。对不起，小月，我回来晚了，但这一切还来得及。只要你愿意，可以放弃一切。是山川守着流年，只念你匆匆一眼。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，上面这些款式随便挑。哎，随便看啊。你跟我这么紧做什么？主上有要事，特意吩咐保护好夫人。这里可是安都，难道有歹人当街行凶不成？是的，安全。可国师树敌太多，不安全。那便随你吧。您这个材料卖吗？这，卖，您需要什么随便拿。小芷，你去给他买点吃的吧。行，夫人，注意安全。你怎么饿成这样？他们说，圣上要修一道参天道观，要拉童女祭天。什么？老板，快点！啊，稍等，马上。糟了！哎，顾客，你的帽子。
啊。不无尊上，淫乱后宫，逆贼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小月，躲身后。拿下！赢！是要吃寸，但是这个逆贼也断不可留。陛下，陛下，看在谢将军、周平哥哥的份上，你就放过他吧，陛下。你越是心疼，越是极力的袒护他，朕越是要他死。陛下。这是做什么？陛下，请息怒，这其中恐有误会。误会？臣刚刚与谢小将军对弈时，听闻一声虎声，这两尾山林间有文物，所以臣与谢小将军分头前往，望虎圣将。野虎？老虎！真有野虎啊！陛下，臣夜观天下，这江氏女腹中的龙胎，面隔贵重，可成宗条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另外，这谢小将军欺杀纵命，现在正值与大风交战之际，自斩将星，于国运不利啊！陛下，三思啊！这，陛下，我求你了，是臣妾，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。臣妾定当恪守本分，为陛下绵延子嗣，再无他念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？把丽嫔带回宫中，没有朕的召唤，不准踏出宫门半步。带走！不要！你们背逆天长，辜负朕恩，免去你的官职，贬为婢奴，到玄德门守门自刑。
禀国师，夫人被人带走了。梦，可就人生在其中，怎么？